边先，右边先。好，中间，中间。左边，左边。傳媒朋友，各位香港市民，好多謝大家的關心啦。今日政權對我哋兩位議員同埋一班市民嘅檢控，個罪名大家都聽得清楚啦。呢條罪叫做莫須有。我哋作為議員，作為普通市民都好，我哋已經去到一個我哋爭取民主、自由、公義，都要連我哋嘅人身安全、自由都不保嘅世代。但是我想告訴政權知道，告訴全世界知道，我們作為議員保護市民是我們的天職，我們無畏無懼，亦都無怨無悔，我們作為市民的保護傘，我們會繼續守住，同市民共同進退。對於過去一年發生的事，我是感到同市民一起進退，保護市民是我一生的光榮，我嚟緊亦都會繼續守住，去到同市民一齊去到前線，繼續爭取公義，爭取民主自由，呢個係我哋一直嘅信念。我亦都相信民主派要更加團結一致。我請大家咧，市民同我哋議員都企埋一齊，攜手對抗專制暴政，撐到底，係齊上齊落。各位，我一直都是相信人類是有基本的良知的，懂得分辨黑白是非，懂得去惡揚善。今次對於我和我身邊的一班朋友的政治檢控，很明顯看到林鄭政府、鄭若驊和鄧炳強已經失去了人類基本的良知，他們不去拉那些721的兇徒，不去拉那些公然去煽動兇徒打人的知名人士，反而走來拘捕我和我身邊的一班朋友，對我們作出
非常無理的政治檢控。就算以鄭若驊的標準，今次七二一案的檢控都是太過醜陋和邪惡。各位，我知道在昨天我們一班朋友被拘捕之後，社會對我們是非常之支持，我是非常之感動和感謝各位。我們今次受到林鄭政權的政治迫害，其實相對於很多在運動當中受傷害、受迫害的手足，其實是微不足道。我剛剛聽到有朋友是被內地在海上截獲，我們非常擔心他們的安危。我亦都希望所有香港人繼續關心我們的兄弟手足，我們香港人一定要繼續團結一致，對抗林鄭政權，要對抗他對我們香港人的種種打壓。多謝各位。好，好，沒問題，是不是 OK？ 那我們可以走了，不用 QA 了，我知道了，不用 QA 了，多謝曬。我覺得我們從來都沒有對這個政權有任何的幻想，從來不覺得需要跟林鄭月娥什麼的討價還價。不過我們作為民意的代表，我們有責任去說出市民的心聲，有責任去保護市民。七二一，我正正就是履行我作為議員的職責。我相信我們作為議員的身份受到的打壓，將會令到本地的傳媒、國際的傳媒更加關注。我希望在接下來的時間盡快再跟我們所有民主派的朋友、所有市民再詳細談一談，我們接下來如何去解決這個去留的爭議。我強調，現在最重要不是去令到爭議擴大，我們是必須要盡快縮窄分歧，團結一致，團結我們民主陣營的最大力量，共同對抗林鄭專制政權的越來越嚴重的政治打壓。現在林鄭政權的打壓已經無所不用其極，亦都是不顧任何的廉恥，我們再沒有任何的空間去分裂，將個分歧擴大的了。 OK， I believe that the government tried their very best to rewrite the history of the Yuen-Long attack. The prosecution against me and the other defendants are too ugly and evil, even in terms of Theresa Chan's standard.We will fight. We urge Hong Kong people unite together and fight against the dictatorship.
關於案情詳細，因為而家有案件係聆訊當中，我唔方便詳細講啦。但係事不離實，七二一當日發生咩事？我嘅 Facebook 直播已經一清二楚，鐵證如山。警黑勾結係無論佢警方用點樣嘅醜惡嘅手段，都冇辦法去扭轉嘅。無論佢講一百個、一千個大話，都扭轉唔到警黑勾結呢個重要歷史事實嘅。OK， 好啦，最後一條。你不如咁啦，我哋啱啱運咗三十幾四十個鐘頭出嚟，你俾我哋了解翻最新啲情況先。報紙我哋都未睇，等我哋睇曬先啦，好嘛？多謝曬大家，多謝曬，多謝曬。加油！加油！謝謝。